咁我係 Edith 啦，咁我係動漫院嘅訓練員啦，咁我喺中心都有5年噶啦，咁我隔離呢個咧就係 Brenda 係我哋另一位嘅訓練員啦。咁我哋中心主席啦，張偉文先生 Wayman 啦，咁大家都可以叫佢做 Wayman 就得噶啦。我哋2012年成立嘅，我哋一慈善團體啦。咁我哋中心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宗旨，咁我哋個宗旨係將動漫院本土化，幼院可以喺香港出世，喺香港接受訓練，最後服務嘅係香港有需要嘅視障朋友。寄養家庭嘅意義，咁大家點解會申請做寄養家庭呢？咁我相信大家最初嘅時候都係希望為動漫院出一分力啦。其實我知道咧，喺未來呢一年咧，對大家都會有好多好難忘嘅經驗啦，同佢哋經歷好多第一次啦。但係即係當中一定會有唔開心，特別係離別嘅時候啦。咁希望大家都記得自己第一日點解會入嚟幫手咧。咁亦都希望大家湊完第一隻嘅時候咧，會仍然有意願幫我哋再去照顧第二隻啊、第三隻幼犬啊咁樣嘅。就係因為我嗰隻係生咗兩胎啦，即係佢嘅媽咪係未需要去到呢個階段訓練，但係佢成就咗佢班細路出嚟，即係我都已經好滿足、好開心。係啊，咁希望你哋大家都繼續努力啊，幫手，我哋一齊互相支持，好唔好？